的右边。因为这一次的入围者其实是完全全不同的，嗯，然后里头还有曾经饰演过我妈妈的琼轩姐、琼轩妈妈，哎，你真的还好吗？对，还有琼轩妈妈，所以其实这一次抱持的心态比较像是。哦，可以跟妈妈一起入围，很开心。然后其实金马的时候结束，我有跟琼轩妈妈一起打牌啊什么的，所以这次更像是可以一起玩的感觉。嗯，对。但是她现在正在那个剧场的演出嘛，对，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去看她演的戏。对，那这次可以拿奖，其实我就是一样还是很开心。因为就是。其实前几年我非常非常想要当非常新人，但是没有这个机会。然后我刚刚在台上其实忘记说了，我很想要谢谢台北电影节给我这个机会站在这边说，其实我也是一个非常新人。对，就是谢谢台北电影节，大家这个一定要写进去哦。好，那有没有最近的拍戏计划？因为知道今年你又带了，除了哎该死的阿秀，还有小兰都在台北电影节放映。那你有没有未来就要可以跟大家透露的？首先是最近快要就是公布给大家看的剧集《我愿意》，那《我愿意》会在。就是会在最近期七月底的时候，就是公布给大家。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。然后阿修罗也要出，就是一些导读啊 DVD， 所以希望就是阿修罗还有很多很多的后续，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同时支持。那我本人的话有一些完成的或者是正要去完成的作品，那现在还不方便多说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这样子，谢谢。好，恭喜王艺轩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还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